季的 BLACKPINK 除了回归成绩火上加火之外，成员们的 IG 粉丝数量更是高得超吓人。开通账号才短短两年，四位成员就已经包办了粉丝数最高的韩国女星前四名。八号成员 Rose 开启直播和粉丝互动，一上线就吸引200,000人左右收看。就在 Rose 以超甜小奶音同时用韩文及英文和粉丝沟通时，英国男团 One Direction 出身的成员 Neil Horan 居然惊喜现身直播，还俏皮的使用表情符号留言。而他之前就常在访问时提及 BLACKPINK，也早就开始追踪四位成员的账号，几乎可以说是铁粉等级。可惜忙着直播的 Rose 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。除了 Horan 之外，另一位成员 Harry Styles 也曾被目击出现在 BLACKPINK 的加州演唱会上，看来 BLACKPINK 的魅力连欧美巨星都能逃啊。